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魂的暴力对决对战方式，白驼山少主观战方式，曲阜孔庙啊。最近多对面的比赛做的有点多了啊，当然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确实对面打得好啊，尤其是上个星期啊，对面先后战胜了两次钓鱼岛啊，然后又战胜了曲阜孔庙、紫禁城，哎，反正都是豪门啊。紫禁城赢了紫禁城三次，就上个星期。紫禁城三次，钓鱼岛两次，曲阜孔庙一次。那这个星期又碰上了，星期三的剑魂啊，又跟曲阜孔庙相遇。那曲阜这边还是最擅长的大唐神灵的鸟儿国标，对面是双灵波异世陀化身加地府的组合，鸟阵拿鸟阵，观战方式拿到了一速啊。其实对面开鸟阵还是比较少的，就打过来就有点不痛不痒的感觉了。一般白驼山少主他们会开个火呀，开个风呀，或者是直接开天阵啊，就极致输出的那么一个玩法。开鸟阵啊，首先对面啊，他属于那种不抢速度的三物理，你知道吧？你就开个鸟阵，他还是抢不过速度。你看观战皇一到三速全在观战皇手里，就他开了个鸟阵，你这速度抢不到也白开。比较少见啊，见到四方炮，哎呦，触发了。放下屠刀，化身色活一口破甲术，野兽之力先给凌波城补上啊，后续看对面怎么去真君显灵吧啊，那肯定是要真君的啊，不然怎么打？观战皇硬的跟铁板一样，自己也补上一把野兽之力。哎，其实观战方是可以优先把对面的那个小阳光点掉的，他有超级战役啊，那他肯定是真君显灵的经脉嘛。变防御了啊，做防守。不打到后期的话，观战皇可能会点杀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了。毕竟对面如果啊一波压迫感给过来，你的血量就有点低了啊，血量一低了，你就更得做防守啊，你越做防守越没法去进攻，越没法进攻就越挨打啊，越挨打。反而是对面前期啊、没有太多的动作啊，你就像白驼山，咱们最近做的也比较多啊。他前期一般就是浪涌啊，有的时候会用破血点杀啊，大多数的情况下会浪涌叠下自己的战役，就前期就反正没有太强的那种进攻性，反而到了后期真君显灵、天眼神通啊这些技能开起来以后，那才是他进攻的时间啊。那个时候观战皇就没有进攻时间了啊，你得做防守了。很平淡啊，前期四个回合四月神枪再控一个，小死亡反手点白驼山少主，但是小草没挂中，这个就不太好搞了。对面水气还保了一手，那挂中也没有意义。真君显灵来了，两个真君显灵，但你这个时候点啥就没用啊，这个时候点啥就没有用了。对面还双贴保护，这猜的也太准了吧，哥哥。啊，你这个时候点死，人家已经把战役全部使用了真君显灵了啊，早点那么两三个回合的话，他的战役是会减半的。倒是倒了啊，但时间节点卡的有点太巧了，刚好在真君显灵以后你把它点死了啊。那现在观战皇就得预防两个真君显灵，尸体单位你没法防了啊，只能防一防小阳光了。惊涛怒4500 99999，或者卖手机呢。
再来一个，两个真菌，一万一，超级战役，宝宝点防御也扛不住，狮驼，再来一把起飞。600多，化生四还是硬啊，只要化生四不倒，一切就很有希望啊。再加上关亮峰是有慈航的，曲阜现在谁带慈航我都不确定，感觉谁都有可能带慈航。那天看见他们宙斯普多带的慈航，星期一又看见他们神木林带的慈航，那女儿村是肯定有慈航啊，关亮峰还有一组啊，所以心不慌啊，心不慌。场上补几个归宿吧，啊，一个肯定是不够的啊，得补几个。对面毕竟有鬼眼啊，一般归宿也都是隐身的啊，人家有鬼眼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去清掉，所以得多补几个，扛一扛。三公队输出太高了啊，一个你肯定扛不住。委托护法，无间地狱还有一个回合。神游。再贴保护，女儿村现在还是满血啊，化生寺的血量也不错，14000。哎，点了一手防御，贴保护贴亏了，贴了4800。哦，这个保护贴的有点太亏了。17000，14000，1700。刚才那个贴保护把女儿村给贴伤了啊，顶得住。赐予神香在空凌波啊，关亮峰这边心还是不慌，补一手光辉，哎，小小的补一手光辉，再来一把金青，还是保女儿村为主嘛。看得出来曲阜这边就在等这一下慈航的神佑，宝宝也给力啊，女儿村没了啊，女儿村这应该是武器上带的神佑啊，神了300血，女儿村没了，无间地狱，化生寺，化生寺一倒就没法慈航了，赶紧拉起大航，再换一个宝宝。哎呦，化生寺没了，这咋慈航呀？哎，这就比较尴尬了啊。好像剧情没有按照观战方设定的那么走啊。这个编剧是编剧，演员是演员啊。感觉路线走歪了呀。这没法死啊，有无间地狱的呀，化生寺给没了，你就这一个人两个宠，你想扛到两个回合无间地狱结束是有点困难的啊。对面换叶罗刹防慈航了，这叶罗刹的速度应该是比女儿村的速度要快，因为福战队他们在打剑会的时候会把女儿村的速度调得比较慢啊，为了一些抗性啊，为了抗性他们速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极致，所以一般叶罗刹也都会比鸟头位的女儿村速度快的。再卡个大金，无间地狱结束了啊，两个丝血宝宝这救不起女儿啊，这咋救啊，哎，神了，不过这个是高速的啊，高速没有用啊，哎，这个也神了，神木林倒地，哎，又结束了。